欢迎收看《明镜现场》。川习会晚宴已经结束，根据媒体报道，习近平与川普交谈过程愉快顺利，达成共识。下面请看《明镜》记者威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发来的报道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维仁，现在呢仍然是在 Bruno Aires 的 G20 白宫国际媒体中心，现在时间呢已经是这个当地时间晚上快要10点了。那可以看到后面还是有很多的记者正辛勤的工作，就是因为大家想要知道今天的川习会的结果到底是什么。那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呢，贸易战目前是要歇火了。原本大家预计在今年1月1号有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呢，将会从10%升到25%。经过今天的这个会谈之后呢，目前证实是要歇火，要暂停了，而且双方将会继续的谈判，希望可以达成一个未来一个具体的共识。这是目前得到的最新消息。而今天的这个谈判过程呢，其实十分曲折哦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川普总统他原本打算在3:45举办他的个人的记者会，但是呢，他说因为老布希去世，所以他决定要延后这个记者会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与习近平主席的双方会谈提前到下午5:30、6点之间。而这个当中呢，原本王毅他是在这个下午6点原本也是计划要进行一个记者会，也是因为这样时间的改变之后而有所调整。而这次会议呢，其实时间十分的久，原本双方是预计要会谈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不过到最后呢，我们总共是大家在这个电视前面等了2个半小时之后，才看到习近平主席以及川普总统离开会场，前往机场要返回到他们的这个要返回白宫以及返回北京。所以呢，这个为什么会谈的这么长呢？有人说其实呢，原本预计1个小时最后变成2个半小时，是因为双方在谈论的过程当中还有需要翻译在旁边，所以就增加了1倍的时间，这是一个可能。还有人呢，在现场的记者说呢，听到他们双方的谈话，就双方的官员幕僚呢就在说了，这次为什么会谈那么久呢？其实因为这次真的是有内容好谈。所以以上呢是目前这边最新的情况。